来来来来，奇葩马桶又上新活了啊！大家看马桶这个傻子是什么姿势？他现在搁那啃果头呢，后腿在地上耷拉着，然后前腿在沙发上趴着，就这个造型已经持续十多分钟了。我刚才一扭头发现了，就赶紧给大家记录一下。你看看这一脸呆萌的，丢过去了，他土地过去跟他抢果头了。上来了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估计是腿站麻了。哼，终于想起来跑到沙发上换个姿势。你就这样卧到沙发上啃骨头不舒服吗？是不是？这样多美，非要那样。也就是马桶天天的洋相不断，各种怪招频出，让人笑得肚子疼。肉墩儿，你是看到他们两个啃骨头了？你去跟他们要，看能不能要过来。肉墩儿，哎，丢丢旁边有个大鸡腿，你去啊。肉墩儿不敢，肉墩儿怕他们两个凶他。马桶，马桶，把你的骨头给肉墩儿吧，好不好？你看一说把他的骨头给别人，他抱得更紧了。你抱得再仔细一点啊！你啃骨头就啃骨头吧，你旁边放个袜子干啥呀？骨头没味儿，用袜子提味儿呢。马桶，马桶，来来来来来，让我把袜子给你放骨头上面吧，给你装里面，你啃好不好？马桶，马桶。吃的真投入，根本就不搭理我，不带鸟我的。你看看，太忘我了，全神贯注的啃他的骨头。现在肉墩好可怜，丢丢跟马桶都有骨头啃，现在肉墩没有，肉墩搁那眼巴巴的看着，就等着捡肉呢。肉墩，你去那个把丢丢旁边那个鸡腿给他啃了呗。啊，马桶，把这个袜子给你，你把这个你的骨头给肉墩吧，好不好？咱俩换一下。袜子不是你就当辣条吃吗？不比骨头有味吗？还有嚼劲儿，是不是啊？那骨头干巴巴硬邦邦的，有啥好吃的呀？你看我一眼，你搭理我一下，你别一副不惜的搭理我的样子，怪让人心寒的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丢丢没说你，没说你，肉墩没说你们，我说马桶呢，你们该干啥干啥去。马桶，我叫你没？你把我当空气啊？你信不信我把骨头给你抢走？信不信？马桶，丢丢来了啊！咦，呲牙呢？咦，这家伙呲牙呢？那是你徒弟的，你也敢？你说丢丢糊起来能把你咬得稀碎，你还敢跟他呲牙呢？你个星球，你说都把丢丢的骨头捡漏捡走了，肉墩姐给他啃的，可逗了。现在换成他俩啃了，啃吧。磨马牙挺好的，这个狗磨一下牙呀，将来年纪大的话，它不容易那个牙齿生病，不然的话，一到年纪大了就容易牙齿松动啊、掉牙啊之类的啊。所以平常还是要让他们经常磨磨牙的。他们啃的是那个牛棒骨啊，牛棒骨本来是大块的，让马桶干成好几半了啊，所以呢看上去很小。你看，我现在打算给他把骨头偷走呢，这家伙，哎，可警惕了。你看，小依依的看着我，逮住了也不吃了。这家伙呆萌呆萌的，让人受不了。马桶拿走了啊，马桶，马桶，你看，拿他的大胖爪子拍我，打我，太逗了，这家伙，那么香是吧？马桶。马桶，马桶，我拿走了啊！我拿走了，我拿走了，起来给我咬了。马桶，马桶，咱换个姿势吧，屁股给我干啥呀？生气啦？生气啦？嗯，袜子也给你，我不跟你抢了。你们是谁抢的谁吃，各凭能耐，好不好？我不在中间插那枚杠子了，多管闲事，里外不是人，我也不管你们了，好不好？你们自己吃自己的吧。丢丢把马桶的骨头抢走了，马桶这家伙太双标了。你想肉墩抢他的骨头，他呲牙咬人家；我抢他的骨头，他不愿意。丢丢现在抢他的骨头，他现在屁也不放一个。啊，马桶，马桶，你为什么这么双标啊？你能不能对大家都一视同仁？马桶，别假装看不见我，也是尴尬的呀。马桶。
看我一眼呢？馒头，你的骨头被军队抢走了，为什么他就可以，我们不可以？为什么大家在一块都是小伙伴，为什么要双标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给，你俩抢吧。对，不给我们也不能给丢丢，你俩抢吧。嗯，抢起来了，抢起来了。马桶本来给丢丢了，结果被我这么一搅和，现在也不给丢丢了，他俩搁那抢呢，现在。看谁能抢得过谁啊？看谁能抢得过谁？加油，奥利给，奥利给。好了，你们玩吧，你们玩吧，我撤了。成功的挑起了你们的一场大战，我的任务就完成了。我颠儿了，你们玩吧，嗨吧，疯吧，傻子们。